感谢关注。如果你的考研成绩真的是刚刚过国家线，那我建议你一定要立刻调剂，像我国的西北、西南地区调剂。西南地区，广西、云南其实要比较难了。你像去年或者前年，宁夏大学基本上只要高分调剂的一样，所以如果你刚过国家线，一分、两分、5分之内，那你一定要向西北地区的二本院校调剂，比如说喀什大学、塔里木大学、伊犁师范大学、新疆乌鲁木齐的各个高校、甘肃的、青海的，包括西藏的，一定要尽早调剂，否则你真的是没有机会了。